哎，你看又急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听完音了，三比一，在战场上没打满呢。我的炮火全都集中。那。大不追了，不追了，有空。全军出击！笨的嘞，但是我也不亏，我挨了三个筒子，我操！约等于一个助攻了。应该往下面 Q， 我会 Q 到他就是了。哪怕只有我一个人，谁说我亏呢？是不是三个筒子怎么能叫亏呢？但是一没人头，二没助攻就有点亏了。定心。自己能走自己的路。恒星炸药桶，不该被炸到的。轻视我的人，今天就会吃到教训。人人有份。再打完我不走，打我也没办法，那就兵线不补补了。来自奈打王的从容啊！光耐打我伤害还高，哎，渣子，在炮弹里洗个澡吧。啊，但是寡妇融化我就不一样了呀。寡妇来来喽，呜呜，怎么还不来？呜，寡妇呢？不在。哦，我看到有个人来了，但我没看清楚是谁。有个人来了，是谁？看到一个人影，是亚索吗？
让捏自己啊。Man, what can I say? 啊，没有被我肘击过是吧？啊，还在那里扭。还有哪个孩子想被肘击啊？寡妇有点肥啊，我得找人冲我抗。上野战斗力比他们强太多了，那这把 MP 又没了，打野太突出了呀。就你喜欢抓我啊，啊好不好玩？好痒啊！打不打得动我呀，哥们？然后呢？打死我！炸死我！然后呢？打死我！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了。他就想炫炫橘子，他怎么了啊？我就想问问他炫橘子，他有什么错啊？炫橘子也要被怼啊？他名字都叫炫橘子了，你还不让他炫橘子？
我兄弟齐上，焉有一合之将啊？MVP 应该被你抢了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要相信我们打野，我怎会有图谋不轨之心呀？哎，绝无此意啊！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